弟兄姐妹早，11:30，不晓得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已经上来。所以我前面有说过，需要一些 warm up 的。warm up 是什么？就是网络的稳定，还有接收的稳定。所以早一点点进来好一点。开始我们网上的崇拜，大家如果有看英文堂Pastor Mike 在讲到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讲那个家庭关系 ，OK， 我这个比较侧重于那个疫情的这个期间那个网上的一个系列啊，所以我每一次无论我礼拜五晚上或者说礼拜天今早上我都是讲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重新想一想。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了解神的话，不是单了解几千年前的话，我们知道这是几千年前他留下来的神的话，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所以我是讲这个疫情的，网上的讲到的系列，我们特别要为这事情祷告。现在疫情已经来到了一个 point，OK，是什么 point 呢？我说到底是不是一个拐点呢？是不是个起点呢？还是一个终点呢？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看到，纽约解封什么时候解封？应该还没有几天吧，应该还有8天9天。就第一个阶段的解封，真的我们也看到，特别纽约哦，其他州不知道，因为其他州听说有30个州还在上升 ，OK， 染病的人还死亡人数还有上升，但是在美国的纽约是下降了，而且是比较稳定，所以科姆也说了，应该再过几天，就可以开始解封了，只是他说的解封，我在Midtown看到他们早就已经解封了 ，OK， 特别晚上看到他们在那些酒吧已经站满了人 ，OK， 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为这个疫情祷告，到底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点呢？我在说我不知道，因为 CDC 说现在只是一个起点 ，OK。什么意思呢？他说，现在大家都只是看到，刚刚开始，还有第二波更严重 ，OK， 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点呢？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摆在祷告里面。然后第二件事，我想提出要祷告的是，大家可能在新闻已经看到，天天的新闻以前呢就是一直是 COVID-19， 现在呢？就是美国的国，每一个城市，33个城市了已经，可能还要增加，17个州，那个暴乱，从明尼苏达州那个 Minneapolis 那个城市，一个黑人被杀了，被警察杀了，蔓延，所以在 WeChat 里面大家都收到我给大家，只是也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给我的，他们自己亲身拍到的。所以是最新的，有些还没有上新闻。特别，最后那个是我们纽约唐人街，也是中宣会外面 ，OK， 他们在暴乱。严重吗？你说很严重的不是，你说不严重吗？又好像不是，因为还是有一些危险。所以还有今天。明天后天我看到 internet 也说 New York City 的 Midtown Times Square 在27街也有一些游行示威游行，所以现在的示威游行呢已经不是很叫做很自啊、叫什么 no violence， 但是里面一定有 violence 的，就好像香港的和平示威，已经不和平了 ，OK，
有一些人在当中已经掀起一些不和平的情况，所以在之前已经大家已经看到，就是 FBI 已经警告了哈，警告我们中国人哈，他说在 Chinatown 呢，会有危险，有人会到华人的地区去搞事，所以 LA 的华人Chinatown 就比较好一点，他们中国人自组织一些安全部队，守卫Chinatown。New York 就还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希望这是一个 fake news 啦，我们都希望都是 fake news，但是我们还是要摆在祷告里面，还有上次已经提了教会、宣教工作。我们的信仰生活，在这个疫情底下，还有疫情之后，几乎都要重新塑造，以前的一套，可能已经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所以真的要摆在祷告里面，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看到，疫情好像来到一个点，但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起点、拐点还是终点。但我们交托仰望的是，你是掌管一切的主。纵然这次疫情在我们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见过，在我们生命数十年来也是第一次见到。它好比一次战争，也好比一次。我们很大的生命的一个功课，是祸是福，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总是知道，这是一次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一种开始。生活、经济、工作，特别信仰，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大的改变。帮助我们。习惯数十年来习惯在教会聚会的，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等待忍耐，当我们听到很快就要开始，要过正常生活的时候，主特别给我们有平安，特别我们看到有一些州已经急不及待，有人群的聚集，有学校的开放。我们听到，也看到100间的学校开了没有多久，又要再封了，所以我们也为做这一次我们 New York City 重新启动开封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还在恐惧战惊的去依靠你，去每一步走出去，为做我们信徒，特别我们弟兄姐妹的安全。来祷告，当我们教会也决定，什么时候开放的时候，主真的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去开放，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疫情，特别这个 virus，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传给我们，但我们真的将这个疫情，放在主手中，也将弟兄姐妹的安全，前面每一步都放在主的手中。听到，我们当中有开店的已经开始，特别我们知道，这是开店的，弟兄姐妹他们接触的很多人，特别给他们有格外的保护，你说真的，virus 不会伤害，他们的生命，因为过去我们以为只是看到远方我们中国的情况。但谁不想到那么快就来到我们美国，而且真的面对每一天死亡的数字、染病的，我们真的发觉好像已经很近我们附近了。主要帮助我们保持警觉，在主你的保护底下，做我们安全度日。应当我们这段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想有两首诗歌介绍给大家。第一首呢是赞美之泉，的诗歌是《你的救恩》。
这次读经我用广东话，我用广东话，是有几处嘅经文呢，记载我今次讲到，箴言18:14，佢话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约伯记第6:1-11节，约伯回答说，所以下面嘅话咧系约伯嘅回答。佢话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另外咧系传道书7:8-10，佢话事情嘅终局强如事情嘅起头。全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如今日，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這樣問，不是出於智慧。我今天的主題呢，就是忍耐與期待。所以剛才我們所讀的聖經裡面呢，一開始說我們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靈憂傷有誰承擔呢？人有疾病，这个疾病呢是肉身的疾病，所以肉身的疾病那种痛苦是可以忍耐，但心灵的痛苦呢是无法忍受，谁能所以我们看到约伯怎么说呢？他说，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所以在这些疫情里面呢，我要提醒的是，我们还要忍耐。在这个忍耐里面呢，其实我们也要现实一点。肉身病了，很容易忍耐；那你叫心灵病了，非常难，非常难忍耐，受不了。我们从约伯身上，我们看到，他一天就完了，一生所累积的。生下来的教导的孩子儿女一天就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像不像在疫情当中有些人劳苦了数十年，生意也好，什么都好，就一个疫情来什么都没有了。Okay. 我再说这种打击呢，我们说如果你看得开，这就是身外之物。但是你知道这种打击呢，如果进到心灵里面，这种打击呢就很难忍耐。我们讲是容易忍耐，但是如果进到心灵里面痛的时候很难忍耐。我就是用约伯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为什么约伯觉得心灵那么苦，不能忍耐下去呢？只是约伯身体真的也受伤害，因为身体他满身长了疮，给痛得不得了。那这个能还能忍受，但是他一下子失去的儿女，心所爱的都失去的时候，很难忍受。还有他说我忍不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 no hope， 他没有前景，他完全没有希望。特别你知道以前的人呢，看孩子是自己的希望嘛，他也允许我的。所以当孩子都不在，突然离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你会忍吗？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不愿意忍了，就了结自己，是因为他没有 hope， 没有希望，没有期待，
所以这个忍耐，那个功课，我在这个礼拜在思想的时候，我从网上看到啊，他说原来忍耐有分外面还有里面的，什么意思呢？他说有一些人特别能忍耐，有些人的性格特别能忍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个同学，他很能忍耐。啊，因为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有些人在打架，他们打架的时候，你怎么打他，他都好像不怕痛的。OK，有些人特别能忍耐，所以我在上网看一看，忍耐会不会跟人有关系呢？我们 physical 的有关系。然后我就想，啊，有一些篇幅说，有一些血型的人呢，他特别能忍耐，有些人生下来的他的系统里面呢，他的 pain nerve 就是神经没有伸得很好的时候，他特别能忍耐。也有人说女性比男生能忍耐，特别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最近我们看到 Pharmacist Times Renew 在4月22号告诉我们，他说他公布了，他说原来 COVID-19 对我们是什么血型，很大有一些很明显的不同。什么人，你是什么血型，你会患重症的机会大很多。想不想知道是什么？然后他说，原来他经过2173个病人在中国3个医院做调查，重症的病人。什么血型比较多呢？原来是 A 型，OK，A 型之后呢是 AB 型，还有 B 型，最后是 O 型。所以原来 O 型呢染病的人呢比较轻症，是不是真的？当然我们听听好了，OK，这些所谓专家讲的话不要太相信，OK。那当然不能不信，但是也不能太相信。不等于你是 O 型呢，你就不会染病；不等于你是 O 型呢，你就不会死掉。因为还有里面还有其他因素的嘛，你会不会有潜藏的病？所以我看到我很喜欢，因为我是 O 型的。但是里面还有一些情况，所以记得现在我们拿到的资讯呢，听听好了，不要太相信。不要太认真，OK，所以到底忍耐是我们先天性呢，还是后天性呢？是先天性，你的性格，叫你特别能忍耐啊，还是后天我们学习出来的？所以犹太人呢，有一本书呢，叫做《犹太人为什么成功》的一本书，他说犹太人民族历史里面，他们的历史因素里面呢。因为很多次，受灭族的影响，所以他们民族性呢，从小就教儿女在教育上面呢，特别训练他们忍耐。好像现在的孩子，我们好像缺乏了给他这个功课，忍耐。喂。小孩子一痛了，一哭了，哇，我们立刻抱住他，立刻说啊，你好，OK。你就缺乏给他忍耐，给他受痛苦，然后自己怎么去忍耐？美国呢有一个这样的实验，OK，这个实验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叫棉花糖大赛的实验，这个实验是这样，4岁到6岁的小孩子给大家拿着棉花糖，OK，拿着棉花糖做什么呢？拿着棉花糖呢，做实验。这个实验呢是说给他棉花糖，然后就说15分钟之后才吃这个棉花糖，看看他们忍耐多久。他说15分钟为限。结果呢，平均小孩子拿到这个糖这个棉花糖的时候，他可以忍多久不吃呢？
平均是6分钟，啊，所以呢，有多少人15分钟呢？结果他们就记下来了，哎，记下来以后呢，就看一看，这些能忍耐越长的孩子，成长以后他结果怎么样？所以那个心理学家叫 Walter Michael，这个心理学家就追踪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越能忍耐的孩子越成功，读书、做工都很成功。所以，忍耐是一个很特别的功课，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也有人说，有人信了耶稣以后，他的忍耐的能力就好了，OK，是不是？啊，不一定，不一定，但是也有道理，道理在哪里呢？原来忍耐跟期待很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说忍耐是很 negative、很消极的，我们不应该推崇，不应该鼓励，不应该叫人忍耐，你哭就哭嘛。这我有一次在崇拜也这样讲嘛，你哭就哭嘛，忍耐忍什么？OK，所以这次美国的暴乱里面，有一些警察在那些暴乱做示威的人中间是走在前面的。他说我们是代表，我也尊重那些示威游行的人呢。他说我们愤怒的就上街叫嘛。OK，当然他那些警察不是说要暴乱，而是说他们也举那个牌，说愤怒就说嘛，说不应该忍耐。OK，忍耐是消极的，不应该。我不晓得你接不接受，OK，是消极，有可能是消极，但如果你没有后面那个是消极的，忍耐跟期待是连在一起的。期待是什么？你 positive，你有一个 hope，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希望是这样。所以当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前面有一些盼望。我们是有一些知道的，我们是有一些等待，所以我们忍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过了以后会怎么样。OK，所以刚才那个传道书我说了，他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速烦啊、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这一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事情的最后比是什么时候开始更重要。就好像这次疫情，美国的政客也好，总统跟他们的幕僚也好，拼命说要找。起因是谁？到底谁要负这个责任？圣经这里怎么说？他说：“结局强于起头。”现在全球都在这个疫情底下受害，不断的死亡，不断的染病。还好了，最新说这个病毒好像毒性减少了，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当然有一些已经看到了。但是个别性呢，还是全球性呢？我不知道。我们当然希望是慢慢减低啊，是不是天气热，或者说变了几代以后，这个病毒就没有那么严重？我不知道，但是，结局比谁是怎么样开始更重要？是圣经说的嘛？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就是这个 virus 啊，这 COVID-19 这个 virus 要开始已经开始了，全球爆发已经爆发了。我们更重要是看，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终局是怎么样。现在美国死了10万以上，是不是真的要死20万？
当然，我们总统说乱说，他还说25倍以上了。如果不是他的话，他的功劳最大。OK， 那我们不理了这个讲法。OK， 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就是只是听听了。到底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多少人死亡？这个数字作假还是真的？当然中国的这个数字太小了，我们很难相信。但美国好像有人说是太夸大，当然也是有一些政治因素的。美国每一个州死多少人，那个州长梅尔都没有关系，不会下台的。反而人死的越多，他拿的联邦补助就越多，所以报大一点报多一点没问题。中国是不一样，中国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州，你死的人越多你就要下台，所以他拼命按住那个数字。美国拼命提高这个数字，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终局，这是怎么结束这个疫情，我们怎么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能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呢？传道书告诉我们，他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如今日的日子，好像以色列人在围炉在埃及围炉的时候拼命是想得到释放，摩西解放了他们，去了埃及去了旷野，他们常常回想围炉的日子。就好像我们被困了六个礼拜哈，我可想我们关在家里面六个礼拜以上了，我们都回想以前工作怎么样，我们生活怎么样，以前的生活怎么样，当我们在重新再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追想比较以前的日子跟现在的日子。但圣经提醒我们哈，他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如今天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新的。当我们重新在开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没影响，一定有影响。我们开封城市在开始的时候，你去上班戴不戴口罩？人以前是握手啊，很亲热，现在social distance， 你都不敢跟他很亲热，所以 怎么样好一点，以前好一点还是现在好一点？我们总是想以前好一点。 OK， 先前的日子比较今天的日子，能不能会不会可不可以回到当初的日子？你说不可能，历史是一直在改变，这个改变，我在说这一次疫情是一个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那种那么彻底的改变，这种改变会改变以后你的一家的生活，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特别你看到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了。 OK，退群退到一个地步，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的心态了，是一个小人的心态了。 OK， 所以是一般老人执政的关系呢，还是他们没有整个大局的想法，不知道。但是不再一样了，真的已经不再一样。我们会想会用以前的日子比较，好像我们说了现在Karen 会翻译Harren 我们长老的一封信给大家看，这是我们都谈了我们暂定 OK 想法是6月30号我们教会也解封了。听清楚，教会解封不等于我们崇拜解封，我们还在看因为没有人再回到教会的 building， 现在教会的 building 要解放了。 OK， 那特别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崇拜，因为
人聚集越多，感染的机会越大，人越多聚在一起，危险越大。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好像城市，New City 要开封的时候，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开封。OK， 所以我们如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六月底要开封。所以呢，我希望很快了，我不需要再在网上做这个直播，我回到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帮我做直播。好像有一些教会已经谈了第一个阶段的解封是什么，纵然开始有崇拜，但是他们的鼓励是小孩子小的，还有老人家老的，第一个阶段不要回到教会聚会。对，所以我们也用这个方法，所以忍耐期待，这个期待是什么期待不是更好的期待。我提醒大家，经济会回得更比以前更好，这不会错的，因为圣经讲的嘛，末了的世界经济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OK， 但是一下子就出现天灾人祸、瘟疫、地震。一刹那之间就整个经济都垮了。OK， 现在所以当我们解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股票砰这样升下去？因为我在说，你回想以前的日子，只有经济上面会比以前越来越好越来越好。OK， 经济会改变了，对啊，但是会越来越好的，圣经预言的嘛，不是我说的。但是圣经也有说，在将来的世界，越来越多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这是我们的期待，不是我们的期待，这是我们的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疫情之后的世界会怎么样。这个期待到最后是什么？就是基督耶稣会带着众圣徒跟天使回来的日子，新的耶路撒冷要重新降到这个地上，我们都要被提，这是我们的期待。世界会这样改变，所以不要问为什么先前日子更好，我们现在都不如先前日子。在经济上我们会越来越好，但是在灾难上会越来越严重，假基督会越来越多。所以 我看过有一些 我感觉了是他们是假基督，有些牧师拼命的在这个疫情里面骂那些 virus 是撒旦的工具。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疫情是撒旦的工作，难道不是神的工作吗？那个 virus 难道不是神拿来提醒我们的吗？不一定是撒旦啊，生命总是会过去的，现在死了那么多人，他们还是会有一天要离开世界的，只不过时间越来越快，给我们看到原来生命就是那么短暂而已嘛。所以我要提醒的是，我们要忍下去。现在已经忍了六个礼拜了，还快了，还有不多时间就可以出去了。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人已经忍不下去了，所以透过一个黑人的死，就搞到美国都翻天覆地。就你可以看到已经忍不下去了，所以我盼望我们再忍下去，不是消极的等待，是有一个期望主快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知道
这个疫情给我们有很多的功课，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我们一生最大、最痛也最重的一种的功课。主要帮助我们，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有因为疫情受害过的，有离开的，主要给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有期待。这个期待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再会，有一天我们总是在基督回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要跟你同享这个坐席的筵席。主引带我们，给我们有信心，也给我们有忍耐的心，继续忍下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有些事情是想提醒的，留意教会。我刚才提过解封跟崇拜的安排。真的开始要 回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都要 很好的安排。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些人已经预备那些消毒的跟消毒的手，还有口罩，都要预备给一些没有预备但是进到教会聚会的人使用。因为我们最想的是真的在崇拜底下不受弟兄姐妹不受伤害 okay, 这是最重要的 okay, 然后也提醒了不要忘记在网上的奉献，也可以 寄到教会支票寄到教会里面，也可以等到六月底 okay, 回到教会的时候 也可以 okay, 然后我们还要思考一下，因为要预备以后这次疫情开放，你怎么知道第二波不来？第二波来的时候，如果真的更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又在关在家里面在网上崇拜。我不想在一个人在外面 show OK, 我想多一点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帮我做我领事啊，讲见证啊，分享啊，然后我们放在一起。所以这种呢，我就是会思考。我们一开始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训练弟兄姐妹怎么操作电脑，做这种直播的训练。很快，我学了5分钟就学了。OK, 所以你们应该比我更快吧？但是要给你们训练一下。所以祝大家这个礼拜神祝福大家。再见。